想和谁合租？欧阳娜娜，最不想和谁合租？陈伟霆。妹子七四哥，这七四狗。你不用告诉我，你不要告诉我他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的脑子里不要装这种垃圾知识，这是全是垃圾知识。我劝你们也不要看这个东西。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网络词汇呢？同一屋檐下，它太好看了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么好看。没有什么作虚弄假这一说，就是很真实，可以让你看到这个生活的本质。有非常大的想往下去看的动力，然后也有非常大的想要去讨论它的动力。里面很多的一些情境都是我自己曾经真的有遇过，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我看到过的。在观影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很有这个代入的这个感觉，一定要看哦。然后看着看着有点上头了。同一屋檐下那能不好看吗？我都是现在我就马上就要去看了。中间有几集我觉得都给我看进去了，拍得很好。